朋友们啊，今天天很凉快啊。粉丝让咱们买那个防滑垫也到了，说怕这个船扎坏了。粉丝建议很不错，确实感觉这个船啊，不用防滑垫不行。然后咱今天搞机吧，看看能不能抓到大鱼啊。希望咱没有过分了啊，但是我看到小鱼群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小鱼群，你知道吗？往上倒，往上倒。小鱼群呢？我这个都跪下来了，怎么着也得给我牵条鱼吧？哎呦，好大！哎呦呦呦呦，跳跳跳跳！按着一跳，按着一跳，按着一跳！哎呦呦呦，又是坏链！又是坏链！也还有第二两条！呀呀呀！我去！呀呀，我妈呀！我怎么？我的妈呀！好了，朋友们，大流血了给我。朋友们，知道为什么要用好线织网吗？朋友们，这就是我用孬线织网的结果，有鱼你都抓不到，心累呀、啊，朋友们。这皮直接蹬掉了，鱼特别劲大。呀，这鱼上哪来给它弄过来？弄它必须今天弄过来它。好家伙，看那个鱼得这么大个。直接往咔带个大窟窿，又弄个大窟窿，那你这个网没法用了。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用好网好线织网，这就是我用孬线织网的代价。早知道我扑过去了。没用，我以为跑不了呢，我早知道我摁下去了，真的跑不了。那边还有一群地不金，哎呀，心疼死我。哎呀，我回去必须买个好网。你已经埋了，这还没到呢。那个网也不行，那个网也是一般的网。哎呀，小朋友们啊，难受啊！这个小帘给它放掉，咱不要啊。这就是买便宜线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有抽水的想法。那么大条鱼给跑掉了，哎呀，太难受了。